大家眼中的郑经翰时时大声夹恶，搞到场面充满火药味。其实大班私底下非常生鬼，脑里面仲有好多新谂头添。呢个系最适合佢啦，做嘢。我会 suggest 佢每日都系咁样去街。如果每日都去游泳，我梗系着呢套衫啦。Open minded 啦，即系睇下可唔可以去新嘅形象都可以尝试嘅啦。即系同以前嗰啲一定唔同嘅，系比较生活化一啲啦，同埋同我讲个社会啊、城市嘅节奏比较紧贴啲啦。大班郑经翰即将为 Now 香港主持一个全新类型嘅访谈 show， 佢唔止战斗力高，创作力亦非比寻常。呢次佢更加要摆脱严肃嘅形象，约埋嘉宾一齐又笑又玩，论尽天下事。我都唔知识唔识搞笑，我净系识闹人嘅，睇下可唔可以吸引到人笑。大班识笑声，大家都听惯晒啦。其实真正嘅佢非常鬼马，过去隐藏喺荧光幕背后嘅幽默感，终于有机会露两手啦。呢啲古灵精怪嘅可以带嘅。跟回你的鏡片Now 香港送上全新形象的訪談節目，星期日大班盡數估計不到的大班魅力。